一、娱乐资讯。一、杨紫会在空档期客串电影《热辣滚烫》，贾玲导演的。二、浙江卫视跨年晚会阵容拟邀名单：周深、蔡徐坤、郑恺、李晨、杨颖、沙溢、白鹿、贾玲、华晨宇、沈腾、关晓彤、李克勤、廖昌永、梁静茹、李荣浩、胡彦斌、张韶涵、胡海泉、陈欢、周延、任嘉伦、魏大勋。三、网剧期目前暂定的主演是胡军、萧顺尧、贾青。四、经典电影《纵横四海》要翻拍，女主在接触倪妮。五、侯明昊、周也合作的电视剧《护心》暂定第四季度播出，一共40集，合颂现在很捧周也。二、娱乐问答，报客报客，徐峥的地位是不是很高？内地的电影圈，徐峥可以说是目前最受资本青睐，他代表的可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整个电影圈子。徐峥、宁浩、文牧野、黄渤、雷佳音、于和伟等等，而且他们这个圈子和西北圈、港圈等等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密切，否则就他前两年把电影卖给平台的骚操作，早就被赶出这个圈子了。他们可以说是一整个利益集团，互相帮衬，资源共享，能拿到电影圈的顶级本子。相比来说，吴京不混圈子，是个人号召力强，陈思诚、肖央、王宝强等等这一波人影响力明显没有前者大，开心麻花形式太单一，靠腾明显，其他的都还没有形成气候。报客感觉徐峥最大的问题就是身材了，越来越胖，也不注意保养，已经成了街头背手挺着大肚子的老大爷模样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恐怕以后就得告别演员这个行当，专心做导演了。三、娱乐趣闻。一、杨超越在剧组请大家喝奶茶的时候都还挺大方的，上到导演制片，下到群众演员，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份。十二、顶流这两年也有做一些投资，圈里圈外的项目他都会参与，只是他在这方面不够上心，做到小赚不赔就很满意了。